对于一个心梗的还是怀疑心绞痛患者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它诊断清楚来。那么我们关心病人，那么冠状动脉造影是最重要的一个检查。那么这个检查有非常严重的副作用吗？就是其实患者会很多的顾虑。其实我可以肯定到一下，第一，冠状动脉造影其实它在我们熟练的医生操作的情况下，15分钟到20分钟就能完成一台冠状动脉造影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的首选的手术路径都是桡动脉而不是股动脉，所以呢它局部血管的这种并发症跟这种感染这些其实都是非常低的。目前我们经桡动脉冠状动脉造影在我院开展已经有10年以上的历史，早期是出现过一些并发症，到后期我们现在处理都非常有经验，基本上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非常严重的副作用。